慢走。哇，这是练武功呢。这我可撅不了，这不可能撅过就回不来了。这是咏春堂，这咏春拳呐。单院长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佛山咏春拳的课堂，来有请。好，谢谢。佛山咏春拳的课堂，孩子们这么小就在学咏春拳了？是，我们实际上是把咏春拳和音乐舞蹈做了一个融合。哦，其实我们希望创造出一些就是离孩子们心灵更近的一些艺术作品。嗯，为什么会想到把咏春拳跟舞蹈结合呢？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，他们先喜欢上这个东西。对。我想可能要站在孩童的这个视角，让他们对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可触摸的，有体感的，然后是他们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。那像这些孩子是主动报名来学，还是老师去挑好苗子？其实是全员都学。全员都学。因为我们的体育大课间的时候，它是全员的这种咏春操、洪拳操、醒狮操。要不说是世界功夫之城，所以这个学武的氛围是很浓厚的。是的，我看练拳的姑娘特别多，刚才还有一个在桌子上下腰的呢。是，那个动作就叫咏春腰。是吗？是。来，我们把那小姑娘请过来。来，好可爱哦。几年级啊？你跟老师们介绍你。四年级。我是西桥镇弥勒小学4-1班的左宇轩。小左。那从几年级开始练的呀？我好像从3年级开始练，才练了一年就已经能扭春腰了。对，一年多的样子。你今天在现场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？可以。来，宝贝。哇哦，你看这一招一式。你看这范儿。嚯！漂亮。哇！哦。赶紧起来！我倒下都不行，我起来就更不行了。太有范儿了！因为他本身这个动作呢，实际上是他们在玩的过程当中给玩出来的。哦，真的。孩子们的比拼，两个孩子，一个是我们的叫拱桥这个动作，然后另外一个孩子是躺平地的。但躺平地的那个孩子，他就刚才最后的那个一收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惊讶。对。然后实际上他就是这么玩出来的。我们功夫当中讲嘛，要马合一的力从地起。他实际上应该是顺势而为，是他们的这个角度。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一个能力。对，你这个教育方式好，这个教育方式是对的。